对啊，气到不行了，因为我自己孩子那么多嘛，我都看那个新闻呢，是看到真的是抓破沙发了，对，太生气了。这个每一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令人悲伤的事情的时候啊，哎，这个那个父亲的爱啊，就突然间就会冒出来。那我今天呼吁一点不一样的，好不好？各位喜欢生小孩过程的朋友，真的要想着责任的问题，很难过啦。我刚好那时候还在美国，所以是一大早起来看到新闻，然后就真的忍不住就一直哭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刚好自己的小孩也快要一岁，然后也是小男生，然后就觉得很难形容的心情。那我相信已经有非常多人都有在表达自己的感受跟心情了。那当然，虽然我们平常的工作是娱乐大家，但是这种事情其实，我觉得光呼吁不够啦，就是不真的不可以，要有具体的作为，对，要有具体的作为，嗯嗯，非常心疼。